来生我的气吗？我知道你不想见我，可是不管你怎么恨我骂我，我始终还是您的女儿啊，我绝不会离开您身边的。我听海沙帮有位兄弟说，说是一种什么什么偏方，能够治师傅的病。银河，你也知道我的文凭拙劣，所以呢，赵大海帮我抄录下来。哎，那我这就去。爹，那我一会儿回来看你啊。快去吧。哎。这药，是我喂的。如果照着金额，我劝你稍微乖一点，千万别再动什么歪脑筋。现在我已经当上了掌门，银河对我也再不尽心。如果还留着这老家伙，只会坏事。不如找个机会。哎呀，怎么样啊？棒啊！启禀少门主，怎么样啊？地道已经打通了。哎呀，好，留四个人断后，其余的人跟我下去看事。啊不得，哎，说，不找那个他妈的什么，你也不认，可恶！你说我不能变毛就对了吧？其中一定有鬼。那个东西来参加，叫黄国的包公去禀报娘娘。他在里边的难难赢。哎，鼎气归源于丹田，才滔滔江河，拜托外川。哦，怎么不记得我呀？哦，我越背越觉得奇怪。这不像失去，倒像是无心插柳。谁叫我是习武之人，做出来的事当然也是以武为主。不对，你一定又在骗我。你这小子疑心真重。不早了，我要睡了。喂，我手也不能睡啊！你跟我说清楚，前辈。我就不得了。哎呦，我不熟。前辈，快点。走。
的隐蔽网，好像从这儿传来的。什么装？快，什么人呢？四方门想挖地道来个暗孔内窟仓，我就看他们来个梦中捉鳖。闹鬼！你马上去揭开暗孔内窟，让他们把地道给搬了。吸鬼！你马上去把地牢守住，将四方门的人一网打尽。抓住四方门的人，不怕东方青雾的闷招，真是天助我也。你这样又强挡住了，你们都让开，快快快！东方玉，东方玉，东方兄，少天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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怎么你没死啊？这边是哪个人？是我呀，看没看我？是啊。你怎么知道我囚禁在这儿？我怎么就是来救大国的？西医之后，身体比以前好多了，比北唐师叔还好吗？北唐是白帝，我弟他很好，多谢神父关心。少夫，师儿，今儿拜见师伯，起来，快起来。果然是长江后浪推前浪，你们都长大了，以后四方门。